这外国的炒冰大神也是大手笔，动不动就拿100颗巧克力来炒冰，倒上一瓶酸奶，再把巧克力切碎，再加上爆炒300回合后，这画面就有些辣眼睛反胃了。还好100颗巧克力没浪费，最终也制成了美味诱人的冰淇淋卷。100颗巧克力冰淇淋成功后，炒冰大神又动起了1000颗巧克力豆的想法。那1000颗巧克力豆摆满炒冰机，五颜六色的好看极了。端起牛奶倒在上面，再抄起镐刀，爆炒冰淇淋卷开始了，左一下右一下，巧克力豆们就混合在一起了。只不过让人有些猝不及防的是，咋地这巧克力豆还掉色呢？哎呦妈呀，起初还能稍稍接受一点，可越到后面这颜色就越夸张。大神，你确定这是炒冰淇淋而不是在制作泥巴水吗？随着翻炒的次数增加，这1000颗巧克力豆也逐渐和牛奶融合，变得越来越粘稠。于是大神将它们平铺在炒冰机上，再用镐刀推成小卷卷，装盒挤奶油，当当当，一份冰淇淋完成了。虽然卖相看着不咋地，但味道肯定巴适的很。怎样，小伙伴们想要来品尝一口吗？视频素材来一网络，我们下期再见。